租房面试还要拿号，是啊，真没天理呀！哎，这些人给我拿号，有什么危险的？不就是租个房吗？抢我钱还是要我命啊？真是的，快，赶紧给我号！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，以后出事情你可别怪我。 凶宅，这可是你说的，跟我没关系。你干啥呀？你拦我干啥呀？这小子干的是人事吗？放血。 你戳穿他就能给他轰走呀？当然能了。哎，我跟你说这事儿啊，早有诽谤，影响单身公寓的名声。最重要一点呢，是影响我们租房子。这三点我可以上法院告他去。哼，然后呢？啊，你官司打赢了，他道歉，他赔钱，他就不搬走。你能把他怎么着呀？咱租房合同里就没这条。 那小子猴精猴精的，又是学法律的，你能抓他啥把柄啊？那咋办？那这小子太自私了吧！啊，就为了住我们这么宽敞的房子，好家伙，竟然想出这么损的招儿！不打消这小子的嚣张气焰，那以后再一起住可怎么办呢？你要想打消他那嚣张气，你就让他干，正好。啥玩意儿？ 让他干还正好啊！他这叫自掘坟墓，咱找的是那个不信邪的主，对吧？你让他几句话给唬住了，那八成都不行。正好你让邓肯给咱晒一遍，是不是？你说每天租房子面试这么多，你累不累啊？反正我挺烦的，你就让邓肯当着门神去吧，挺好的，你累死他了。<笑> 万青啊，你错怪你。哼，在我印象当中啊，你一直智商不高。但是今天办这事儿啊，有两把刷子。你说谁智商不高呢？你才智商不高呢。大傻！哎哎哎！打扰一下。 这边是一单元吗？是的，你是来租房的吗？你咋知道？啥意思啊？现在租房都要面试啊？你们给发工资吗？我不是房东。你不是房东，你发啥号呀？他房子了不起似的。哎，等等。咋了？还要买门票啊？这房子有问题。啥问题？嘿。 嘿，你不怕啊？怕呀，宝宝好怕怕，宝宝都快要吓死了呢。那你还上去？不要不上去，不就上你当了吗？这张小视频上学来的吧？自己想租这房子，房东不同意，只有假扮别人的亲戚把别人都挡回去，然后房东没有办法，只好租给你。这么幼稚的小把戏，你还想吓唬我？还拿号？你以为你开银行的？ 您家出租单间吗？啊，是是，来来来，快进快进。哦，提醒你们啊，有个坏小子拿破纸牌在单元门口。
专门拦租房的，还说这里是凶宅。嫉恶如仇，好，大侠风范，好。那你怎么进来的？我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进来呀。这里是凶宅，你不怕呀？怕什么呀？你们不是也住这吗？你们不怕，我也不怕。聪明，好。胆大，好。我叫蝴蝶，不用多想，就是蝴蝶的那个蝴蝶，飞来飞去的那个蝴蝶。啊，亲爱的，对对对，你慢慢就是这首老掉牙的歌。代沟。我27岁，在广告公司工作，是名 AE Accountant Executive， 工作繁忙，经常加班做 Proposal 或者媒体，而且 customer 的事太多了，经常让我们改 plan。我没有男朋友，也不想结婚，我是个单身主义者，男人嘛都太麻烦了，惹不起躲得起。先生，我不是说你哦，是说追我的那些男人。我基本上在家的时间很少，回来就是睡觉，所以我完全符合你们招聘帖子上的全部要求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住下了，我们几乎见不到你。差不多吧。那不行。这样最好。你稍等一下啊。好的。这丫头可不行啊，那回来就睡觉，起床就上班，哪有时间去制服那邓肯？我说你就是个死脑筋，你忘了咱们初中了？啊，这么一个完全像空气一样可以忽略的小丫头，那不正是咱们要找的人吗？再说了，回来就睡觉啊，起床就上班了，不费水，不费电，不费气儿，省多少钱呢？你不愧是你爸的女儿。去，那家伙那咋办？那再想办法呗，你得先过一头啊。听你的，趁着热乎劲儿啊，给邓肯一个下马威。蝴蝶女士，经过我们商量，觉得你非常合适。嗯。咋了？不相信啊？后面不是还有一句？但是，也没但是，我们同意了。真的吗？哎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甭客气，进了这个门啊，大家都是一家人。我是陆婉婷，她叫刘洋，你以后就直接叫名字吧。我喜欢这样。你们是一家人？现在不是了。那个，我带你去看看房间吧。啊，走，来。喂，邓肯，在哪儿呢？邓肯呐，是个好小伙子，又聪明，又可爱，哎，还非常诚实，是个热心肠。哟，邓肯，来来来来来，这是蝴蝶，咱们的新室友。你们说的好小伙，诚实、可爱、热心肠，对啊，他不是吗？不是，当然不是。你们上当了，他就是我说的姐。欢迎你住进单身公寓，以后啊，咱们就是一家人，请多关照，请多关照。姐，你爱吃巧克力吧？我请你吃最黑最黑的纯牛奶。吃最贵最贵的瑞士巧克力，要不请吃大餐。